啊，我进来了呀！哎，我现在进来了以后，这个怎我么就游动戏还呢？没开始动呢，就 WASD。姐，你那边他为什么有回音啊？你们为什么有回音啊？我老姐那个麦，对他那个麦啊，隐藏用户界面哦，看见了。嗯，现在好了吗？现在好了吗？有点大呀！我没开麦，你咋听到的？我们这边是那个这个圣诞老人应该是杰哥吧？然后我姐这个赛博朋克，我这个财神爷。呀，我是不是整个蓝色的呀？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这也挺明显的。我这行，我这小南瓜。你们那边的 leader 吧，那就。咱们是先热身啊，先来一局火车赛热身。那比赛规则很简单，就是三个人同时到关了，就是如果红队三个人同时到达终点了，红队就赢啊。但是不是就是但是必须三个人都过啊，就一个人过不算啊。哦，我们蓝队也是啊。来吧，那就直接开吧，先开一局火车热身好吧。好，来吧，开了啊。我们能死死拽着、不是我们这一块儿的呀，这哎呦，咱们就是这相当于起点已经开始了啊。哦，没玩过这赌啊，这关怎么过？这关没事，我就跟着后边走，哪个人会玩我就跟着哪个走。有几分道理哦，原来咱们六个是一伙的。不一伙的，咱红队三个一伙的啊，他们蓝队三个一伙的。漂亮，这蓝的谁？这是上去了。但是这而且是个团队游戏啊，咱三个人必须都过才行，一个人过不行。哎，这个小红帽为什么推我呀？是不是走岔路了？哎，你拉我头发干什么？你们走火车那儿干嘛？啊，路在这儿呢。啊，骗人，谁都骗人。哎，我们这绿帽子的这个是谁呀？绿帽子的，浅蓝色、浅绿的。老七，紫帽子是我。七号是吧？可以。哎，我操！杰哥，给自己使劲儿，把胳膊往上掰一下子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对，两那右左胳膊再往前掰一下。哎，对，使劲。OK。俺们这蓝队遥遥领先了。他回来。哎，没事，这有门，这有门，我帮你们把门开开。这去往哪走？我蹦不上去啊，这墙太高了，我操。往左边走吧，这是。来来。我看能把你随能把你瞪过来吗？往哪边？这不对啊，这不对。啊，你从上面走吧，从上面过来吧。那边呀，谁过了这？谁过了？有人过来了。那我这跳河了。跳河。跳不过去啊！不好，你们怎么跳的呀？这墙不好，这个人还拉我。这个小红帽是谁？不好，不当的。不好，你跳上去还要拉我。他就鼠标左键右键，然后你摁住。你直接从这边过不就完事了吗？这还挪什么火车呀？这还行吗？我走了。哎呦我操！你怎么上去了？你干嘛了吗？我他妈也上去了。我吐了。第一名已经到了，跳河吧。跳河吧。来，杰哥送手。我好晕。哟，我好晕。看啊，你过来。现在有人过传送点了。我们直接跳河，跳河吧！哎呀，这第一名都给你们铺道都铺好了。哎，我们能加载他的存档。哎，反正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最后通关了才算。这怎么过呢？我发现了，我们六个人是女权玩家。哎，那我站着不动就行了呀，我先吃口饭，等我们有人加载了，我再跳一下跳河。最后一关。那你最后那个你怎么办呢？这个好像不太好过，这个。决定我们的终点啊。这好像得推火车才行。不是这我记得我玩过一次。哦，咱有人打工推过来是吧？要有人打工过来帮忙推那个火车。对，中间那火车能拽过来吗？不是两边那火车。来把这个火车蹬过去。哦，把它拽要把最旁边的最外面的火车推过来。哦，哎，我不打，我要去当老板。哦，谁扒我脑袋上了？这一关有个小诀窍，我记得。
你直接跳楼，他就进，他就进下一关了。姐姐，你走错路了，那是第一关，那是起点。我说话能听见吗？能。没听不见。别拽，先别拽，先别让我上去。先别拽，我拉你也行啊。OK。到了。啊，我也到了，我也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咱热身已经结束了啊。好，热身结束了。已经结束了啊。就这怎么过着？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问题了、啊。哎呀，那我就开始开正式比赛了啊。哎呦，嗯。哦，刚才才热身呢。对，刚才才热身呢。正式比赛第一关是玩城堡啊。城堡这关，呵，怎么选了这关？来吧，这是正式比赛了啊，咱们正式比赛第一开始呀。哎呀，我记得这关这个锁呀，可费劲了，这砸锁吧？砸呀，拿石头砸吧，砸吧。咱们六个人在一个地图，可能还是要互相帮忙一下的哈。帮啥呀？就真的这蓝队都往山下扔就是了。为什么当人体肉垫？你们为什么要当人体肉垫？哎呦！来，帮他，有点准啊！哎，这就砸过去，把这拿下来，他拽，别拽我呀！这财神爷，这财神爷，你得罪了财神爷，你还想跑？快挤人挤人！关门，把门关上，把门关，把门不行，把门挡在后面，这咋过呀？这个拿木、这个、拿木头别呀、啊！走错路了，这边姐姐，舅舅舅舅啊！别一下！这边，跳！哇，这个还能跳呢！嗯，来，别急了，我们都能过去，都一块过就完了呗？你说？哎，为什么他一只手能把我拉开啊？哦，拿错了。我要是在这堵着，是不是谁也过不来呀、哎？有几个？那我这一只手为什么拿不开？好、哎。我决定，快走，蓝队的那个第一名，快走！啊，你是姐，我们他妈是一伙的呀！啊，一伙的。这个南瓜头，这怎么过去了？这？哎，错了，不是那边，这怎么过去呀、啊？跳上去是吧？好吧，你上去吧，我拉你。开炮了！哇，太舒服了！哎，你还可以，我已经解锁了，是什么意思？我还没上车呢。有点头晕。这我们俩怎么办？有人过去了吗？这有个钩，这不有个钩子吗？拿钩子把那个锁给勾开。不是这个 DJ 这是谁、啊？谁是这个南瓜头啊？是我。六六姐，就剩我们俩了。来，我把你弄过去。很有天赋，这哪好意思？你们俩勾锁啊！你们俩蓝队勾锁，我有个信，这都不好意思。那我自己可以过去。好，起飞！我去那边了。来这边，来这边。我准备好了。打爆吗？来，呜呼！他俩在走那边。我把墙砸下来了。那绿帽子是老七吗？是的，我来帮你啊，姐姐。好嘞。哎，你们怎么都回来了？不知道你们回来干嘛来了？他不是过去了吗？那边有点难。现在干嘛？难开吗？我都进来了。人肉战车，直接跳了，跳吧。来上人。这好像来了。这得把他拿起来，好像得。六七，报警我六六，谁报你？来，杰哥上车。我没过去咋办这？咦，我们三个蓝队的领先了？领先了。得过，现在干嘛？哎呀，兄弟，抬过去啊，把这抬过去，我们上车。我去拽一下。哎，刚才那个，我把他弄过去那个人，能不能发好心把这门开一开啊？哦，好吧，
能不能过去发发好心，帮我把后面的门开一开，我被卡了。你怎么被关了？行，你们开的吧。你别推他呀，你别推他，七号。这怎么开啊？啊，这不是，这是秩序的哈。对，你上吧。这个怎么开？我跳去了。啊，你跳吧。谢谢。我咱明显是一个队的。叫你报警，有没有人推我一把后边的？那必不可能，我拽你。那我来，我把他拽起来。哎，我怎么跳不上去、啊？哎呀，漂亮啊，兄弟！你拉我头发干啥呀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！我人儿怎么没了？哎，我他妈掉下去了！你还拽我头发吗？不好意思，你拽错了。我他妈掉下来，你还拽我头发？上来了！哎呀，下去！哎呀，我下去！别拽了，财神爷！财神爷！是哪门吗？你们先过关吧，我这个好像不太好跳，可以跳。是这门吗？这个地方好像比较难过。我晕过不上去了。我晕过。不是这门，迷路了。哎。不是，这边，不是，先把那个车推过来，对，把车推过来，让我喘息一会儿。哎，怎么有一人在城墙外站着呢？是谁啊？戴蓝帽子那个？我在等你吗？哦，是志新吗？嗯。哈哈。地主爷啊，督工啊，周扒皮。我们跳房，上房。跳房来。熏扒皮。哎，我跳不上去了，我他妈一个的，我等他妈先把这一关过了。谁抓的我？把裤子扒掉了！哎，说呢？哎，你就别抓我这帽子。不抓了，这个帽子你戴吧，我就不要了。我这手怎么上不去？这手啊！可以，七号可以。这个跳墙咋跳的呀？我感觉没跳的好轻松啊，我跳的好费劲。就鼠标左右。哇，七号这么猛！哎，七号掉河里头了。然后蹦起来。啊、哦，这是要荡。哎，我人没了。加油啊！加油！我们一个一个排队送来。哎。荡两下。哎呦我操！你见没见过一个从天而降的掌法？我感觉这个要有人荡过去了。谁呀、啊？那么领先？哎，我过来了啊！没过去啊！差一点点。哎，我怎么少了个腿啊？不是我腿呢？哎呀，我腿，哎呀，不对呀、啊，这个还能说断条腿啊？这前面这是谁呀、啊？哎呦！你可能是摔断了，我腿又出来了，我头晕，哇，头晕！为什么我怎么勾都勾不过去呢？这预判好像没预判好。这个要使用离心力，向心力等于离心力。怎么了？不行，这回我一定得过去。我悄悄帮你们把进路给开了，咱红队过来。什么？快跳！后面开进路了。啊？搁哪呢？没事，我能跳河。哎呦！啊、我就不用再跳这灯笼了，是吧？对，后面把进路给你们开开了。来，我正好。这不使用八个了吗？这。Hello。咦？杰哥，生物开进路了，那边。里面。啥呀？这我费劲巴拉的跳过来了，过去了。这儿。妈呀！这关是啥呀？这不是起点吗？是吗？不是不是。好像这是不是？这不是起点？咱好像要蹦了。哎呀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关。这要把这个车。这车肯定有用。是不是得推过去？那儿去。行，我不挡着你。这应该不是跳这木板吧？这木板多难跳啊！对，上面是个断桥。这是哪儿啊？来，怎么不来了？
哎，我推不动了。是不行，我都在干扰你。来，我来了。这个一个人推不动了。好沉呢。拽。拽到哪儿啊？这是。拽前面那断桥那儿，当个垫脚的，这块。对。接着拽，接着拽。歪了，哎，那我讲话吗？拉过来，拉过来，能，可以。怎么感觉拉不动呢？别拽轮子，那拽轮子不越拽越走不动道了吗？咱这个方向是不是不太对啊？对的，对的，没毛病，这不过来了吗？笑死了！哎，这咋办？卡住了。现在有个问题，怎么上去？你们确定这个能上去吗？从这推到这个弹幕，这边，别耗我，再推过来一点，真的还要再推过来一点，啊，得推过去，把这个横在旁边，正好补一下这个空缺，才行。哦，这玩意也太难了吧。有驾照的来吧，这我不会开。我哎，给我扎住了，我出不去了。哎、谁最近不是把驾照给考了吗？就是本人。这还不来表现一下？啊，只过了科目。是你。哎呦。好啊，我们桥已经打好了，现在就看谁过关了。好。这桥没打好吧？够吗？这够吗？这够吗？这个距离够吗？这个不太够啊，好像不够。估摸着够呛。不够，不够，不够。谁老扒拉我呀？得横着才行。不够，再往前点。对，差不多。科目二都过了。差不多。停！别动了，别动，别动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来了。要三个人都过关了才算啊！到过那个到终点那个人别没关系，我先过一手，存档了，存档了，可以来了。这拿个钩现在，拿钩干嘛呀？这当吗？你们怎么没上那板子就过来了？谁抓着我的绿帽子，把我帽子给拽掉了？财神爷啊，这是好事啊！别拽我裆部呀！这怎么办？哎、我让你勾，我拽你。行，那你拽呀、啊！我收敛一点。好，好了。你上来吗？上来吗？好了。你自己上得来吗？哎呀，哎呦我，哎，拽我的人呢？拽我的人呢？拽！快来一下！快来一下！部位，舅舅，舅舅舅舅舅，爬不上去啊！财神爷，财神爷，我来了。完了，哎，我不算了，财神爷，我就跳河了。哎，那拔棍没了，后边呢？我有经验。你好呆呀、啊！上去。听到了金蝉的声音。我是发现我在这过关呢，有个财神爷好像不想过关了，这是我。对不住，走，错了，我骨折了。你就是鱼虾大师。这快来人救我，蓝队的人呢？蓝队的人呢？没事，我极限一换二，问题不大。我颈椎骨折，起步瘫痪呢。不是，你快过关啊！我们这边已经开始。啊、哦，我把那挂上了，我挂上了，只要谁抓住那个就能过去。我来了。别让他抓，他蓝队的。哎，跳不上去，我靠，太烦了。我们蓝队一个人都没有啊。咱俩一块儿荡行不行？他们这个手为什么可以两个一起放？我他妈只能放一个。你左右左右键一起按呐。哦，我抓他脑袋。哎，我们能不能团结一点？要不然这过不去了呀！这，我们一起前后行不行？我说前，咱就前。哎，你能上去吗？哎，我跳楼了，我跳楼了。你能上去吗？我被人，我走了。一些奇怪的，我去哪了？去哪儿？只能走捷径了，没办法了。我老实人，你的手怎么背过去了？在这，我可以在这玩一天。哎，这不来了吗？这完了，我咋上不去了？志军呢？志军跳过去了。不要靠自己的力量。我，
我当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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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松我好不行我好行不行这个圣诞老人为什么老薅我的脑袋呀、啊卡住了，卡关了。老姐，你到哪儿了？老姐，卡关了，卡关了。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，我跟小杰在这屋等。你俩优啊？我去，这个跟杠杆上咋仨人啊？谁知道了？快优吧，快优，快优，放过我吧。我过来了，哎、我来，救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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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跳楼了，跳楼了，跳楼了，走捷径了。哎，我走哪？Yeah. 应该马上要最后一个关卡了。这个怎么说啊？这个好像是要左右一起啊。哦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们。哦，小仓鼠，对，有人上去踩，然后这边是电梯。我懂了。嗯。哦，你懂了，你拽我干啥呀？谢谢。嗯，上去吧。那我上了啊，兄弟们。哎哎哎，我们还没上呢，我还没上。我先上了啊，兄弟们。好，那你上吧。蹦。那再拽下来啊。啊，存档了，大家可以跳河了。过了，我跳了。存档，跳河。跳河了，存档了。咱们前期就合作，然后到最后那一块的时候再冲刺。对，我现在往哪走、啊？我要上车。这门咋打开？拔开吗？拔不开，不行。这有一坡道，这块。您，把那个桶进门。对对对，应该是推它下去。哦，进门是吧？开门童子，等会儿我给你搭个木板下来、啊。这边，把这桶给它推下去。哎，上来，是不是有点太平一点，兄弟？太平一点。然后呢，兄弟？我这丢这桶的意义在哪里？这个能带你脑袋吗？把拉我一把，他得那个，这也不行啊！沿着他那个轴线，对，拉平点，再拉平点，那板子，哎，可以，拉平点，拉过来了，拉过来，过来的，好，好推吧，可以了，左，对对对，可以可以，哦 ，OK， 哦，然后呢？太神，然后跳下去是吧？我蹦，哦，可以。然后拉桶，这个桶肯定有用了。放这儿，放这儿。踩它上去，这个在干嘛？啊，踩着这个。哦，可以。很，竖着。立起来的呀。你们是滑滑梯过去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直接跳嘛，滑滑梯。Okay. 等会儿啊，后边等我弄一种大桥。哎，这块好难、啊。这高度不够，得竖着。得把这竖着再竖起来。差一点点。来，得有个人扶着木桶。可以。我扶着木桶，你们上。谁在耷拉着你？不知道呀，小杰。哎，拽我！你们怎么在这儿卡？没事，我往右边点。哎，我做一个360度转体。好，哎，哎呦，你这扒拉谁？好，哎，谁放了个屁把我崩下来了？啊，我溜了，我卡住了。可以，我过来了。哎，怎么有人掉那个箱子缝里了？去哪来着？是遥远的起点。嘿，抓住！原来从这直接就可以过来，哦，不过非得要把这个桶移过来。没地方去了呀，这往哪走啊？嗯，往上一直爬，然后从一个窗户那穿过去。哎，我在这儿等着，等我，哎，壮壮救我！来，我这个松手，来，手拽上来。哎，好像不是进这个房啊。OK， 我咋办呀？就进那房。好了，窗户出去。这儿，猴哥。我。这不又走回去了吗？天津之路，你还瞪我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抓错了。哎，突然好了，我突然好了，过来了。哦，还得往上爬。哎，我拉一手，来了。
哎呦，我到了，来，我松手，这完了这，我不活了，哎，这不完了吗？哎呦哎呦好，这太吓人了，哎，哦，原来我这样还我还可以第一个过，啊，桶呢？咦，哎，保存了，跳河了，你怎么过的？跳河了。不知道啊，那怎么过呢？快快快快，蓝队领先了，蓝队三个领先了。你是蓝队的？这那举起来，勾勾勾右边那个灯，勾右边那个灯，勾勾勾勾勾勾啊！谢谢。好，我松手，你来。你别瞪我脑壳啊，姐姐。勾灯啊，棍儿呢？不知道，咱俩在哪儿啊？这是他把作案工具带走了。走，棍儿呢？咋办？咋办下呀？工具带走了，不是下灯呢？啊，灯搁上面呢，灯搁上面呢。来，我给他蹬下来。揉过去吧，应该是。我给他蹬下来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你还能给他蹬下来呢？你这么狠呢？蹬下来。那我把棍儿撇了吧。我好像要马上要最后一关了，决定我们队伍的胜负的时候了。好，也没有兄弟了啊。要那个棍吗？把这个棍扔下去就行了呀。好像不要棍，这得就悠就行了。这是不是揉过去就行？哎，我这悠大点的。能不能？财神爷推我一把。把这个棍扔下去，他就复位了呀。呜、哦！壮壮，你咋了？壮壮，你咋了？自闭了。最弱距离稍微差了点，还差一点啊！咱一起使劲，再悠一下。哦，嘣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万丈深渊。咱排队，一个一个过来。对，排队。排队，一个一个过。先过一个。啊，就在这身后排队。哎，我踩了个香蕉皮，滑倒了。好，下一个，来，姐姐，你蹬吗？没有下一个，这可难揉过，还没悠过去。这难揉过去，不是那边，你蹬错方向了。右边，不是左边。右面，对，在这边。啊，就在这儿上去就行了，是吧？对。下一个啊，下一个了。啊！我来看，近距离观察一下。老七抓我！来了啊！你把我救上去，你下来干啥？一起走吧。可以。No！啊！你给我上来！你俩加油！我坚决不。你给我把这件背心脱了，我要这个有你签名的背心，你把它脱给我。我坚决不。我要这个66。拜拜。可以，下一个，杰哥上。他就这样对待粉丝，一个自己签名的背心都不给我。救我，快点！好，我看看这里能不能救到你。我来试试。扎我脑袋！哎呦，站不住啊！这个坡，你放弃吧。可以，不用了，大家准备跳河吧。去吧。我来了。啊，过了吗？可以跳了吗？没有的，还不能跳。好像还没有啊！你再坚持一会儿。太早了。东哥上大风车荡过去。哎，跳吧！不跳河了。哎，可以跳了。你跳就跳，干嘛去抓着我一起？好兄弟一起走吗？呀，这不对啊！这得抓着大风车的。是不是要把这个风车的角度换一下？不用换角度，抓着大风车去哪呀？这直接抓着就能悠吗？那我去了，我听天有命。去左边好像。大风车去哪儿啊？你们有个在天上飞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哦，360，我绕场一周了。你不知道去哪儿？哦，那有一个高桥，是不是那儿啊？左边那断桥那儿。好，我到了。哎呀，哎，不对，这是游戏最一开始。哎，可以啊。哎呀，这我就去这儿。那个抓着不行，
去那边低坡，去那个小房子那边那个。对对对对，好好好，有个偷石车的。哇，我学会了。来吧。踢云纵，武当踢云纵，我学会了。跳跳格吧，给我妈。我做到了。舅舅，舅舅。那有用。舅舅。是的。哦，好像有用。来来，副手，姐姐。这咋过呀？这咋过？我们得把这个板儿给它往右边放一下。卡吗？不卡吗？啊，咱们要上房子，拿这个板儿。哦，对，去右边。上。右边有投石车。哦。拿个东西给它压住。车那块。我从这直接蹦下去不就到了？不行，蹦不下去。这怎么回事呢？这板儿怎么没？得从这个房子跳到左上左边。谁把作案工具带走了又？没，板儿卡住了，卡 bug 了。板儿卡在悬崖里了。没事没事，咱人多有力量。来来来，没事，板拿这个，我们后面扶住这个木柱子，你们在木柱子的前端跳啊。卡 bug 了。来，往前去。那得有个人下去把它拽下去啊。去吧，我试试。拿这木柱子，我们蹬住，我蹬住这木柱子。你真的蹬得住吗？我能相信你吗？蹬得住，那我能相信你。来上，他这个力量不够。好，咨询先。然后呢？我得再叫个人帮我蹬柱子，一个人蹬柱子蹬不住。要跳过去是吗？我决定还是跳一下板。跳过去。这，哎呦！我来试试。我站在板上，这板是没办法了，已经扎墙里了。这板本来是要刷新的，但是它卡住了。这板怎么在下面啊？不知道，我刚才推它，它卡了，卡 bug。我蹦，蹦着了吗 ？OK，OK，、okay, 跳崖，最后一关了，就哥们。我人怎么跑？谁先过关决定胜负了啊！先过去的人不要跳到那个坑里，等队友一起到了，一起跳坑里啊！放来投石机，投石机。不好意思，三个人到齐才算。对，三个人。哪个人发射？来，哎，不对，我怎么？哦，你们四个去，走，我呢？然后呢？我可以、啊。然后我呢？然后呢？把那木板拽下来。你把那桥，你把那桥弄下来。啊！不用投石机了，快走！直接走，快！要好像不行，对，有一缝。感谢五哥，上不去啊？上吗？这过不去啊？这一次俩人，一次俩人，过了这个铁路口就算过关了啊，就算终点了。然后那你跳一走，我拽你，看能不能上去。有一队人，三个人先过了铁路口就算赢了。这样吗？对。这怎么过呀？别下那个坑啊！哇，差一点，我靠！这有两种方法，不行，一个是底下人在垫着，然后往上爬，还有就是走，直接看命扔你头里。兄弟，我靠，跳飞这么高！那我把它摆正点哈，摆的有点不正，咱往后点。哎，机会，我把它拿下来。机会，拿哎呀，失败了。那咱俩一起坐这车行吗，后边？行，公平竞争啊！行，来我来蹬。这怎么一起坐呀？来上去，一起上。哎，我也来。好，三人车，来先上来。我这能行吗？这载重够不够啊？超载了。够。走。最后上来的啊，最后没上来的就摁吧，就右边摁吧。走呀，走发车。哎呦。我这人太多了，我够不着那个控制杆，我找你、啊，这什么车呀？这摔下来了，我卡着了，我太重了，超载了，我吐了，超载了，不行，我们这个投石车的位置，这不行，这得一个一个来的，这排队好吧？排队，还是排队好吧？公平竞争，咱们来，我把投石车位置摆正点啊，这样 OK 了，然后我当司机啊，我最后一个。在车上也可以自己发射自己，那可以，嗯，得拉远一点，这个车往这边拉一点，不然的话飞太高了，我们直接进洞就行了。对，进洞有就一次性进洞，不然的话你挂太高了你也进不去。
来吧，转一下。准备发车了，排好队，你们排好队，站好一字长蛇。好，来吧。这怎么还这就给我插队的呢？没事，都是我们蓝火的，无所谓了。可以。我发现了一个板子啊！啊，等会儿拿板子过。我们是决定三个人一块射出去是吗？你们三个人来，我不信你们仨人能过，我给你们起飞。哎呦！我看看啊，这怎么过？我看看。等会儿啊，我这。哎！你别进坑里，别进坑里啊！你这已经算过关了。好，我不进啊！完了，进了。别进，没事。我抓住板子了，我抓住板子了。对，你抓住板儿啊！我抓住了，没事。一人。我抓住了，没事。哎呦，这种还能……我不能在这打工啊！我要红队一起过呀。板子排好。三个人，快！哎呦，哎呀哎呀，太烦了呀！我们看着上面能有谁掉下来啊？过两个了。进不去，我先出，我先出口，你先进。哎，别。哎呦，快点吧，受累了。还是得我进来了又咋样嘞？你看我这卡在中间了。没事，你算过关。哦。杰哥，上！快上！他来了！我先给你发出去。还有这种？外面战况很激烈呀。漂亮！我不是裁判，我是红队呀。什么？还有这种事？我今天死死拽住你，就剩我了。来，你跳上去，我给你射一下。我还没上去，我能自己爬上去，你们信不信？好，不要，我要上车。我能自己爬上去，我给你们悠上去啊！来，咱们三人一起上车吧，最后一段车了，最后一班车了，怎么办？看看谁先进去吧，就抬手，好，把他抬起来。是，最后一班车，咱决定胜负了。不信呐？我不会上去啊！我不会。我去，不行，太重了，不行，得两个。你们里面能想想办法救救我吗？两个行，三个不行。啊、这什么？这武当提名。好，我想想啊。我拖住你。你说怎么办吧？走不去了。我走，不准赖皮，不准赖皮。你不准走。就是有点慢。我们走康庄大道，走大路，走重路。好吧，不要走这种羊肠小道。好，真的，咱们一起拖着车，好吧？啊，公平竞争，正面作战，决一胜负，一起，三个人一起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我们三个人就是。好，我他妈跳上去有点慢。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？我开车了。我挂，哎呦，完了！哎呦，我进了。快，志勋，救救我！我怎么救你？我救不了你啊！没办法，我这，哎，能上来吗？慢慢磨。不可能让你踩我脑袋，不行，我不垫你脚。呀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啊，猴哥过关了。我没过关。猴哥，啊？我在这摇呢，还。志勋过关了吧？是不是？我他妈动都没动，我过关了。我也没动啊，我在那摇呢，还。我就在门上救我门上救他呢，我哪动？这叫势均力敌，好吧？啊，都是红队过两个，蓝队过两个啊，平局。这家伙，晕住，把我晕。那现在干嘛？这什么？